特地请那个彰化县社头乡朝兴国小的张家禄老师，那我们先要做他在这个教学上的分享哦。他待会会介绍他怎么带这一班从五年级开始哦。当时这班是应该说算是当时的比较不好带的班级，那他透过大概快两年的时间把这一班哦做了改变。带这一班五年级的时候，我做了很多的尝试，跟以前截然不同的尝试。啊，我讲进前在创办方式没有耐心，男老师嘛带高年级，有时候跟学生没有在五四三哦叫过来我们就出动。对于教学这一块，其实是一生的志业哦，那你这个志业的责任感是越来越重哦，所以这中间的历程其实很多时间都不是在当导师。我当导师的时间很短，我第一年出来教代班之后，就第二年转体育组长，第三年就变会计，会计当了三年，又当了四年训导组长。但是在这中间的过程，我一直尝试在教学的哦，就是设计上面，我包括生命教育、性别平等教育、反毒教育，只要有机会我就去尝试哦，跟导师借班级，光阿伯林班级我上了一节课、两节课、三节课，我们来参加一下。好，我之所以这样跟各位分享，就是有机会的话，其实也可以多去尝试一下这个这一些活动。我自己办一个活动，所以我开始把亲朋好友那些亲戚都找来，然后我们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开始制作道具。我说我们要弄一个西游，哦，整个取经的队伍浩浩荡荡，我们要从家里一路走到幼稚园。然后我把这个理念跟幼稚园讲，幼稚园听了也很开心啊，所以他们那一天大阵仗就在校门口等我。有趣的是，哦，我们在街上走，路人也全部都会看，指指点点，用 open mind 的心情去面对每一件事情，包括我小孩子入学啊，我小孩子庆生会啊，每一件事情你都把它当游戏，那自然就很快乐。同样的，我等一下就会带到班级里面，班级里面怎么样玩得热情、出色又精彩？教学二十年来没有一个班级好带了，各位在座老师，我相信心里也有那个感触，每一班都有每一班的状况。不过你看教我们班中自由生，大家都做会共同听，作业大家都很高，我想可能，所以才会说我这两年做了一些尝试。第一个就是换位思考，改变自己。那换位思考的部分，就是刚刚讲的那一次拿我的作品，他拿的是作文哦，我没有摆在这边，他们的作文我也会得出来，哦，就他们写的，因为我跟他们说啊，这一块就是你们的作文。以后你回家可以把它钉在墙壁上，你国小写的作文，他要抢的就是那一张，而那一张就是母亲节的作品。那我们班，因为我们班规是规定，我原本就规定所有作品都不带回去了，因为我们六年级毕业的时候，我要帮他们弄一个毕业展。我说你们带回去，到时候忘记带了，我们毕业展就没得放。可是他坚持要带回去，所以本来当下是很气，很想揍他，但是后来转念一想，我发现。他之所以想要抢回去，是因为他很想、很期待给他妈妈看，可是他又不讲。所以有时候，昨天才在看一个教育学家，他也讲一段话。有时候孩子在发脾气，哦，是因为他有些话没有被倾听到。保持好心情啊，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在为自己生活，工作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啊。这个我今天看完校长，我才觉得我还不够哦。哦，贵校校长才真的把工作都当成自己生活的全部了哦。而且工作就是生活，哎，很乐在其中，其实那是我一种很理想的状态。哦，就是如果来工作上班，就是都非常的开心，然后开心了一整天又回家，这个是我目前理想的状态。我的品牌特色就是我们班五年中班、六年中班的课程特色。我做了很多我自己编的课程，哦，那这些每一个课程，哦，各位如果有办法哦，或者有兴趣，你就可以去做。你去弄一张桌子，然后摆那个红色小椅子，给他们下棋。哦，这个是益智区的，因为我本身就很爱下棋。那阅读小区哈，哦，就是我拿那个坏掉不要的讲台，油漆一下，给他们在这里休息。那这个他们下课就真的会去下棋。我买了一些桌游啊、象棋，一毛带去走了。我们班定期就要大扫除，那大扫除全班一起做，让他们有家的感觉。哦，目的是这样，不是要求说教室你要多干净，是让他们在擦窗户、拆窗户、纱窗都要拆下来，在那个过程，
他学着回到家里面，他也可以跟爸爸妈妈说，哦，爸爸，这个纱窗可以拆，这个冷气要洗，哦，那个地板要刷。那时候我一个想法，不然我把教室的女儿墙哦，还有这一些围墙全部都把它装置一下，让小孩子比较开心，家长来看的也比较有趣，哦，所以就把他们的作品钉到墙壁上，就是让小孩子轮流上台去当老师。那我每年这个是我十几年来都会这样，不管几任科任，我都会训练孩子这样子简单的上一下，他们一定会上不好，我们再补充。有点像国外那种孩子预习之后可以上台去做报告，他们每一个人就这样一两分钟上台。这一班那时候在带的时候感情很不好，规天拢在玩 game， 然后骂脏话、打架、吵架，哦，感情很不好，所以我让他们小组小组去教。所以那时候其实这两个整天吵架，这两个孩子水跟火完全不合，哦，打来打去，吵来吵去。但是当他在教他的时候，那个眼神我突然，哇，你的眼神怎么那么有爱，哦，你对自己的文章你经手了，你才知道你哪里写的不好，哦，这个是做，我觉得念很重要，所以我强迫他们一定要上台念。他第一次一定不敢，像其中这一位他五上的时候一直不敢上去念，他在那边底下挣扎很久，老师我很想念可是我不敢，我一直给他时间，哦，给他时间，给了他一天两天三天四天，最后一直鼓励他，哦，终于鼓起勇气去念第一次，到现在很爱上台。我们所有的课本作业簿都直接在线上这样主体讲解，所以即使停课了我们班是完全没有停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学生很爱上，我上到最后很累，我他们还要求老师礼拜六继续上好不好。办了一个活动叫做线上名人堂，我有点像综艺节目来开讲一样，包括我自己在内啊，我找了十个人，哦，所以每个人都有主题啦，哦，校长要讲回首话当年，哦，然后线上视野我最喜欢，哦，天堂与地狱，啊，所以到最后，而且这个课程这个活动就是我不事先跟学生讲，所以学生每天都很惊喜，我会很开心，因为我还弄一个学生代言人，就是那一期有负责推销的，哦，负责介绍的代言人，哦，然后他的照片把它放在上面，他们所有的作品就会在这里呈现出来。所以我们班上了几次新闻，哦，这一次有网络的 People 公民新闻，哦，这个是就是降旗，就是设计的这个抑制起义，这个后来上新闻之后县府看到，县府看到之后就派了客都再来了解说这个是怎么操作，这是什么东西，然后后来谈完之后就由我们班当主体，然后重新设计改编，县府拨经费，然后制作，大量制作之后分送给所有学校，我们不分扫地区域，全班一起扫，我的原则就这样，一个地方没有扫好就是全班的事情，没有在那边分比我，哦，所以我要教他们的是强调个体价值，但是又不分你我。那这有没有用？有，到现在他们整个反正直接到扫地区域，哪里有垃圾各自就过去了，自己处理，哦，全班那一大片每个人都去处理，哦，不用去分。其实我带这一班做了一个尝试，就是要有耐心，不要去骂学生了，所以他们即使觉得无所谓，所以都还会在班上渲染跟其他同学讲，弄那个急那个干嘛，没有用，哦，没有用，那我听一听就好，我也不去骂他，有没有用你们自己觉得自己心里衡量，他们有些人就会去比，这个是我们班的奖状。啊，有一次我问我们班学生，哦，我们班的奖励制度跟荣誉制度最大的差别在哪里，真的有学生有回答出来，一个浩瑞他很聪明，他说老师我知道，我们班的处罚制度只有一个，但是奖励制度千千万万个，哦，我们班我已经不体罚了啦，不要去体罚学生，也不骂学生，我们班只有一种处罚，也不罚站，哦，也不抄课文，哦，我这一年做的最大的尝试就是把体罚全面废除掉，只有奖励制度不再体罚，那个也不叫处罚，哦，我们班唯一处罚就是这个值日，你只要犯错，不管犯任何错了，打架骂脏话或者是没写功课，就是做值日生而已，做值日生那个我跟他们讲不叫处罚，是服务同学，因为你有缺失了，你有过失，所以你用社会服务来代替，就是荣誉奖状
我唯一的奖励就只有拍照奖状跟拍照，但是我一样想办法哦，不要太单调，所以我把认识的人全部找来班。对学生来讲，他们会，所以他们主动会跟我讲，是我想跟谁拍。所以有时候义工的创队队长被我拉来拍哦，这个是家长哦，家长有来的就一起来拍哦。因为这一班的气质后来改变很多哦，所以如果有去我们班参观过了，气质已经不一样。我们班现在不再骂脏话，不再吵架打架，都不会了。我们班是一个很有礼貌的班级哦，然后个性都很稳定哦，随时都教他们要感恩。十二月七号那一天参访了海滨国小，然后十二月二十七，海滨国小就立领哦。因为回来之后大概一个礼拜哦，有接到校长的讯息，说他们要来看哦，所以说你们要来看哦，所以他们非常的开心。那刚刚看到我们教室的布景哦，其实我们教室一直就都是这样。我们在教室办了很多的活动哦，会有一些客人，包括县府的啦，其他学校校长啦，我们常常会还有学长姐，我会试着去邀请一些来宾来的参访，不会就在这里就结束。我们会有写作回馈，我们会有绘本发行，我们会有明信片的印制，我们有纪念木盒，我们有纪念挂画翻开发行。来参访之后，主题由他们开始举手，然后票选，最后选出了这些，包括夕阳余晖哦，还有镇海宫，还有贵校的哦那个马赛克砖哦，这个都是他们印象很深刻的景点。展现的就包括这个叫做木盒，那木盒我今天就没有带过来哦，因为送给他们了。为了奖励他们那么辛苦在画，所以把它刻成一个纪念木盒，一个盒子，让他们去收藏他们所有珍贵的回忆。那最后把它钉成绘本，每个学生就一本，哦，当做纪念。那这个叫纪念木盒，这个是挂画，挂画的画在这里，挂在教室里面。哦，这个就没有发给学生，哦，就是他们曾经画过的作品挂着里面。而班刊就是由我来制作哦，会把他们在我们在第十一期、第十二期上面哦，就是几乎都是以来贵校参访的主题，我来制作班刊的内容哦，包括写作啊、插画啊，还有他们的一些心得回馈，哦，通通在十一期、十二期里面，所以很完整的记录整个这一次参访。接他们的时候还不太会写，我就从基础笔画开始教，哦，到很快的唐诗啊，然后写春联啊，到最后嘿，到了快结束的时候，就开始帮他们分流，因为我会发现班上有些同学有时候字如其人，写字还是跟个性有关系。另外，有的个性就是很纤细，有的就是大拉拉，作品就会把他们刻出来。他们只有写的话没有动机哦，所以我的课程大概不会只有一个层面，不会只有一个点，会用其他的层面去包装，我，哦，去把它串起来。让它变成一个系列或者一个系统。五年级快结束的时候，就进到其他的艺术创作了，不要只有书法，因为书法下来就死了。所以结合彩墨、现代化的艺术创作，我，哦，让他们就这样，然后加上字，变成一个近思语。这个到六上了，六上就开始要刻印章，写他们要的印章的字，然后把它雷出来。因为后续所有的作品，他们就用这个要盖章。他自己亲手盖上印章，哇，他们盖得好开心哦！所以几个人，哦，几个人在那边合力一起玩哦。再来就是水墨画了，这个已经到六下快结束，我要松竹美哦，竹子师哦。那时候他们松竹美要玩一个学期呢，岁寒三年哦，所以有梅花，他们全部都可以画呢。我搞不好都没画那么漂亮，我把他们画得很乐在其中。当然一开始一定画不好，他们会不断的去试哦。那这个叫竹子啊，竹子蛋，这个就没有松树那么漂亮了。好，那我们为了要让它有趣，我花了半个月在家里做兵器哦。我做了方天画戟、关刀、双股剑、蛇矛哦，这一些做一做，拿去教室摆给他们，让他们开始有动机，这个是谁的兵器哦？他们开始去认识那个人。所以接下来他们开始陆陆续续上去了，啊，有的自己加装扮啦，有的拿兵器啦，他们会自己越玩越嗨，因为他们也觉得讲故事很好玩，尤其三国的故事，孩子会男生会有爱，到最后你会发现男生哦一窝蜂，每个对三国故事哦既有兴趣又很爱着，然后这个就是完成任务了，就颁发将军令，
这个课程就是让他们自己去当导演，然后编剧，然后自己拍摄跟制作，真的全部都他们自己做。因为我只利用电脑课，我花两个礼拜的时间教他们怎么制作，接下来长进跟剧本安排就都是像那时候剧本就萧峰化到上面安排，然后长进他们会去处理。好，这个是又一个很盛大的课程，副笔试拍卖会，这个进行了也两个月，不是只有一两天哦，因为我们光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去创作。那创作之前就问他们啊，你们比较喜欢哪一幅画？因为这个是结合资讯课，他们要去仿画名画，那仿画名画他们自己雕。拍卖会就是没办法生活化，因为拍卖会是有钱人的专利。玉堂喜欢去拍卖会，不比是那个是有钱人才有办法去。那我们现在把他拉到教室里面，你没有钱你还是可以，而且结合理财观念，我给他们代币，发了代币给他们，一个人固定就多少钱，你们去喊价，看你想要收集谁的作品，谁收集的最多，谁收集的作品最好，谁收集的作品是最高价的、哦、最有价值。然后我们还有得标的证明，得标的收藏证明、哦、它的价格多少，创作人是谁，由谁来收藏，这个是最累的一个。因为我要在校园里面安排所有的线索，我要去做记号，我要写那个密码信，我要去安排环节，包括我要手机先把录影像录好、哦、这些等等，然后让他们分组去找线索。他们用两节课的时间去完成这个任务，而这个任务是跨域学习，因为我的关卡有结合英语阅读、哦、还有建筑、哦、这一些三个关卡在里面，让他们去完成，让他们玩得很开心、哦、这个活动后来他们说，老师可不可以下学期再做一次，所以他的感谢状，他要去感谢他的家人，感谢老师，感谢同学，这个感谢状，他的奖状要去颁给他的爸妈、哦、爸妈怎么样表现好、哦、所以颁给爸妈。真的有家长在期待，家长说哇，好期待今天拿到我小孩给我的奖状。我们是结合书法，你要染上去的那一些字就是他们的书法字，那书法字要怎么染上去，所以他们必须要去刻透明片，书法先写好之后影印，然后描到透明片，再用刀子把透明片镂空，镂空之后才有办法上那一些、哦、颜料。我所谓马赛克的照片，就是一幅大幅的里面会有2000张小幅的照片，而这2000张照片去拼凑那一张大张的合照，孩子就很爱，因为又很炫又很酷，他们没有接触过，家人没接触过，所以家长也在脸书上留言、哦、他好期待，他很期待这个作品。这个是武尚刚刚接他们的时候，让他们去设计图腾 logo， 然后跳水，本来的用意还要做衣服，后来有些同学不买，只要一个不买我就算了、哦、因为这种钱的东西不能勉强，那班卡就会把它换掉，我们就自己用雷雕跟这个脸部彩妆，就让他们去画脸。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做，因为我们有一个课程叫、哦、国剧脸谱，申请一个县府的专案，就是有时候学校可以请专案，其实班级也可以啦，所以我自己写计划给县府，那很好赚、啊、他们写的作文就是这里，我会把他们雷雕出来然后送给他们当纪念品，这、哦就是他们写的作文，我自己做棋子，然后讲规则，规则之后给他们两个礼拜去练习，我预告他们考试完那一天的下午，期中考下午办棋王争霸战，看谁是棋王，哇，他们很开心的。然后我就正式的赛程表出来，赛程表公告、哦、这个就是成军、哦、活动节目奖牌这么大一个，我们班自己开一个魔术方块社团，就我们班独有，好，那就开始教他们魔术方块，教不会只有教、哦、所以我们的赛程表就出来、哦、你必须要，那当时给他们的诱因就是我一个人发给他们一个魔术方块，你如果在期限三个礼拜内学会这一颗就送，没有就收回来，就这样这么简单。我这个是邀请学姐回来、哦、就当时还在读大学3年级、哦、刘毅跟赵雨林、哦、请他们回来陪学生一整天，不是只有一节课、哦、来除了讲座一节课，其他的所有课堂都在旁边陪着孩子，一方面学长姐就重温儿时的旧梦，说我改变很多，那你这些改变
如果没有在忙碌的基础下都做不到。我哪有囡仔做闲的？我拢卖去美金啊，拢卖个趴，拢卖个眉，拢卖个冠。你觉得学生会去做？不可能。所以我从五上开始带他们，我们的课程几乎没有间断过，每个月每个礼拜。你们说老师好累，百倍做啥？啊，他们到最后从一开始的累，到最后的期待，让学生你很忙碌，忙忙忙忙到最后六下，我就会感觉学生摸来几走的时阵，他开始会拿书出来看。他开始会自己拿参考书在旁边说：“你跟我说我这么无聊，你们在那冲啊？”这个是我代班的心得嘛，所以当然不是不体罚、不骂、不管，什么都不理会，也不是这样，而是不断的给他们一直丢目标，前面一大堆的十来个、二十个目标，你们去追，我们自己人生我们自己定义，随时都可以修正。以前不喜欢当教师的，现在都可以当，都可以快乐的当。好，这个是。跟各位分享的哦，当时我在跟嘉瑞老师做交流的时候，我在想，哎，他的学生为什么表现得那么的特别？朗读的那个台风，作文的内容，我真的觉得说，已经很少见有这样的一个课程，跟这样的班级，跟这样的老师哦，所以我就 follow 他。后来我在看，光他跟我海边的交流的那一些学生的那个表现哦，我都来不及去看，有时候我还要再整理一下，才不会乱掉嘞。你看，因为他的。进度跟内容，真的很多了，在老师的这个分享当中，你可以感受到，但是实际上它有一个精髓跟一个架构在里面哈。实际上你把它当成一个玩乐的一个心情哈，你就不会觉得压力，你就不会觉得累。那我们海边哦，致正给那个嘉瑞老师感谢状。我们也雷雕了我们的。帆船哈，也祝嘉瑞老师哈教学哈一帆风顺。谢谢全班师生的这个画作。画作哈，这要送给贵校跟校长。好，谢谢。这两块钱可以派给校长，派给学校。好，谢谢。当作两校永远不变的情侣。彰化潮新东港海滨创意课程交流去。